经历过疾病中的痛苦吗？我们为什么会得病？我们怎样来认识我们的身体，又如何认识我们的生命？千年之中，他们的探索，发现出的生命奥秘，破解疾病的方法，如何去传承？只会一成不变的继承吗？疾病中的生死时刻，面对危机，他们如何改变？今天面对现代医学的发展冲击，千年国医们凝结的经典方法，让我们在面对 SARS， 面对登革热，面对哮喘，面对癌症，面对我们每一个人恐惧的疾病时，他还会依然有效吗？中医中药是超前的科学，伤中就医，保产中方，伤寒的它是实践医学，很明确的就是寒邪进入人体里面的渠道是怎么走的。吴鞠通的温病调别，它是开创性的，受到伤寒论这种启发，对后世治疗温病功不可没。它是非常适合现代人的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的。传承和创新的生命故事，始终发生在你我身边。